下个礼拜日就在耶稣基督普世君王节礼宴嘅最后一个主日，所以今日嘅读经邀请我哋三思凡事万物嘅最后归属。系神抽中我哋，花好多时间去安排，同埋确保我哋世界上嘅将来稳稳阵阵。但系要接受呢啲嘢系暂时嘅，人生唔会延续嘅，会进到永远。今日嘅路加福音，耶稣喺升天，同佢嘅门徒一齐，佢指导佢预测将来嘅生活会好快嚟到。当时圣灵系最受到瞩目嘅建筑。有些猶太人覺得聖殿會永遠留住，幾十年之後，因為猶太人開始反對羅馬人，耶路撒冷會被圍攻，連聖殿都不保被摧毀。估唔到嘅嘢，山后犹太人保护翻基督嘅犹太人，好似遇上世界末日咁。耶稣提醒我哋几样嘢，要珍惜人感觉到三日嘅结束好快到。我哋要谨慎。耶稣讲：你哋要谨慎，唔好受到欺骗。今日耶稣通知我哋，因为故事好多人会假冒佢嘅名字出现，即系假嘅世界，同埋好多事情会好似到终结。但实际上未系嘅，几时听见战争同埋叛乱，唔使惊慌，因为呢啲事必须先而发生。但就未即刻系结局，而身多预测。会有战争、国与国之间，或者国家内部会分裂，民族要起来攻击第二个民族，国家攻击国家，真系大战争。过去嘅几十年，直到而家，我哋都听到、睇到，有啲地方已经发生咗类似嘅事，或者发生紧恐怖嘅事件同埋灾难。之后耶稣讲关于佢自己嘅门徒将会遇到嘅。早期教会，他们以为受迫害是一个世界末日的标志。不过耶稣提醒，所有生的事是教会的使命的
嘅一部分。基督徒系要活出，同时要宣讲福音嘅价值观，就是在不同思想的人当中，就是当教会被攻击受到暴力对待的时候，这些都不是代表去到末路，或者只是行紧丑路，或者我们要回避混乱走，耶稣叫我们不用担心，不是说因为那些反对我们的人对我们要做什么是不重要，不过在现在的时间，我们所做的是要变成耶稣给我们的任务。对于今日的读经，我们应该要怎反应呢？一方面，我们要留意所说的是，信仰的会有结束，而那些我们以为会永远保留的难在哪？另一方面，他叫我们不用恐慌，就算是在灾难之中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仍然 对天主的信心坚定，来机会是我们可以做见证人的机会。虽然我们可能会遇到有一些痛苦的经验，令我们的最亲的人都不了解出卖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需要运用内心深深的力量，鼓起勇气继续向前行，因为耶稣承诺，我要陪你们跑尽头，明知是你们一切的仇敌所不能够抵抗和辩论的。第二，现在这个时间，我们问题不是说担心世界末日，看看我们周围这里香港社会，除了有些关于香港社会的将来都出现有些民生方面之外，我们是好幸运住在一个社会，社会里面是无打仗、无瘟疫、无天灾、无宗教迫害或者歧视等等，但是正如不一样，我们每个人必须要面对的，还有没人控制的宗教，我们世世拥有的生命，只有一个有效的方法去准备这一天的来临，就是每一天都充分地同耶稣天主一起，继续天主一起生活，希望我们个人在日常生活以祈祷吸收福音的影耀，然后我们的所讲
衷啦，同所進行一切，透過學習身邊每一個人喺每一個地方，同埋每一個日常生活嘅經驗當中，揾到主所嘅臨在。咁就唔使擔心，耶穌會幾時再嚟帶我哋走？因為我哋已經準備得好，即時跟天主合得上。